开局之前不是说天霸的这个网络出点问题嘛，大家非常担心。但后来我跟肖老师相视一笑，觉得没关系，天霸也没什么下降空间了。啊，我哎呀，你这说的，人家天霸粉丝听得多难受啊！开个玩笑，但是我听说啊，天霸今天好像把 WiFi 重新修回来了，没有这个4G 大战 WiFi 了。是，所以我们还能比较健康的看到他们。线有搭嘎的话，那么我们 XQF 的第一个全线就能很舒服。对，其实这样一个航线给到我们好处就是什么不用。浪费时间在转移上，我们直接可以到达自己跳点，然后优先的搜集物资，确认给到第一时间能指挥给到一个反应。刚才通过这个大地图，好，地图来了，可以看到 WeFarm 这把，看一下，要注意一下这波圈型 1G 跟 RSG 是要回到防空洞附近的，但1G 应该是问题不大，他们是高飘了啊， RSG 提早开伞，对，圈是给了一个西北圈，这圈又是天霸的圈啊，当然 4M 位置也还可以，还有航线是天霸的航线，是航线是天霸的航线。这把天霸跟 4M 作为北边的，因为还是个阴阳圈嘛，北边的两只原住民，我觉得机会还是蛮大的。机会还是蛮大的，但是这个圈型我们看到南部的队伍其实不少的，我们数下一二三四五六啊，最少是六个队伍的。对的。南部的话，你其实这个圈型它是个阴阳圈啊，又是阴阳圈，今天好头疼啊。那首先二城这个内陆河一分为二，那这个圈型它有刷回南部的概率，它也有往北部刷的一个机会。当然，它如果极限同性会更恶心。这时候我跟大家打赌啊，叉 Q 或者是滔博一定会去到那个四合院。啊，王羲之四合。王羲之四合院。对，看谁快。这个圈最中心就是这个四合院了。但你要知道，如果下个圈他一个南线，那滔博直接上龙脊山啊。是啊，滔博真的是龙脊山的老原住民了。但是上一周的比赛，我注意到叉 Q 有一次也上过一次龙脊山，但是我看了过他们这么多比赛以来第一次上龙脊山。那肯定还是有选点的一个规矩在里面。那导播老师非常细心的给了王源的个人视角啊。王源这一下，我一寻思，王源你看他现在是来到最安全的这个。这个位置去搜，对吧？对，我就不相信这一把附近可不会有人了吧？我还是第一个掉，我就不相信。啊，王源，我这么说，王源这把如果他是在这个位置，他如果再是第一个掉的，我就自闭了。我直接把我们手机吃下去。哦，那你不能吃 OPPO Reno Ace 啊，那你可以吃个别的。吃爸爸的手机是吧？对，我看 RNG 啊 ，RNG 其实跳点还是比较好玩的。那首先 P 港和 L 城它都可以去跳。是的。那就根据航线来说，那其实目前这个全型，那它肯定是在 P 港要比在 L 城舒服。那另外我们知道 SMG 今天还是线上主场啊，红红火火的。是的。啊，包括今天老冕身上的胸针，也是一个闪亮亮的豹子。豹子头。哎，就感觉 SMG 今天是有几个非常神秘力量的一个加持。是的啊，跟 SMG 的指挥之四合院，在上个赛季我记得决赛的阶段啊，滔博不在，我们是去拿下王羲之四合院。现在王羲之四合院的这个队伍回来了，他们拿王羲之四合院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拿一个龙脊山。对，龙脊山是我们非常打这种圈型非常喜欢去拿的一个优先踩点位。对，滔博他们的在这个圈型里面，他们的就是老双样了，也不是老三样，那就是王羲之四合院跟龙脊山。那么我们 XKF 其实在上个赛季拿到王羲之四合院之后，是在决赛里面这大放异彩啊，可以说就是 SKF 这几乎成为了我们这个御用点位。看感觉其实滔博现在对于王羲之四合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想法，因为我们 SKF 在啊，他们其实有点发怵的。对，现在看到就是王羲之作为在这种存在一个阴阳圈的情况下，一个是你不知道他往北刷，一个是你不知道他往南刷，所以拿下来过后就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你北可往北顶到一个飞机废墟，你南可撤退到废墟的一个小野区，所以说拿得下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非常灵活多变的一个选择。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前期拿到一些打劫的分数，比如说有转移的话，你拿下来两分是两分，对吧？所以这个点位就是集站点、转移跟打劫为一体的一个全能点位。是啊，其实比赛里面我们也见得很多，而且其实我像平时玩游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去踩这个位置。但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一把 SMG 是打了一个提速啊！刚才导播给到我们视角是，他已经沿废墟直插在往王羲之的方向走了。哎呀，看样子是想要去拿我们点位啊！可以看到这两辆摩托车急速的行驶，但是驶向的终点却不是我们的王羲之四合院。对，他们还要是要往北走，因为他们判断的话这个圈会往北赶，他们就放掉了四合院。哟，这样我感觉心里是舒了一口气呀。这个位置现在还好是名花无主，等会儿我们还有竞争的机会。是。
伞兵啊，伞兵哥哥，无情的男人啊，上一把打我筒子哥。其实他在直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啊，他打直播和那个马卡巴卡双排，然后是撞车撞到了筒子哥。他在击到筒子哥一瞬间，直接就把他补了，我真的一点没留情，而且他大叫，他非常开心，你知道吗？哎呦，是 RPG 补他，他把筒子哥给补掉了。那更好笑的一点啊，是他补完过后来到第二场。他又遇上了，对，又遇到筒子哥。然后在机场的时候，筒子哥直接开麦：“伞兵，你是人吗？伞兵，你能再崛起一点吗？”然后外面他又在发那个打字发消息：“你真的是个很绝情的男人。”我发现，所以伞兵现在“绝情的男人”这个外号已经是广为流传开来了。你看，在打 rank 就算了，你打比赛你还针对我啊！照着我就打，哎呀，连续两把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吗？因为他在远处就看到了今天筒子哥穿的袜子的颜色，哎，穿的红袜子就是筒子哥。哦，还有一点，会不会是因为打是青袜晒呢？是的，其实就是选手中平时啊，只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啊，确认过眼神，知道你是筒子哥啊，二话不说先把你打下来再说。好，我们看到我们的 SQF 目前来说，目前还是以一个以搜带转移的一个二者合一的一个模式在走的。现在总体来说，其实我本身是在一个圈内嘛，刚才陈曦教练也说是一个 T0 的一个节奏，不过没有选择像 SMG 那样是直接飞速啊，是在一个感觉是一个 T0.5 的一个 SMG 提成了一个 T-1 往前冲，我们还是比较稳。其实我们之所以没拿龙脊山的话，应该是知道了这一把在下城区队伍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去争的一个级别会没有那么快，因为这把我们是一个爽搜嘛。你看这把明显感觉弹药方面要比上一把要多一些，所以说在爽搜的代价之下，就是我们放掉龙脊山，然后去拿一个别的点位。是的，而且你看像 G 港那边的队伍其实落点还要比我们快一些，而他们对于龙脊山也有一个天然的这个地理优势，是，所以可以早点上去。那么后上的队伍其实要跟原本的山民打是有些吃亏的。是的，其实现在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不错点，就是废墟的一个高塔，哎，现在看到这边 AG 的老头已经是转移到一个北面了。哎呀， AG 这一把作为一个农场的队伍，可以看到他们提的速度还蛮快的，几乎已经跟我们提到一个同一个速度情况下了。是的，现在是我们一字形排开嘛，整体有，因为我们知道这边带的队伍不会太多，所以是比较大胆，然后选择了把队伍铺开。其实在听队伍语音比较多的一点，就是居民经常会提到一点，铺开铺开，好，就是铺开。哎呦，在前面令这个红点可以开始打，扫的是 YQO 的阿泽。是的，但是用上大盘机，伞兵哥哥教我的大盘机打远点。刚才 AK 扫的话距离还是有点太远，对，有点可惜。不过现在我们 SPF 来到了废墟这一块附近，其实刚才陈教练你刚才有说到废墟的一个高塔的位置是一个不错的点，光明顶啊，光明顶，这个具体是个怎样的说法呢？因为你拿光明顶过后，你就可以通过光明顶去看一个小岛以及小岛对面的一个可待点位，特别是小岛对面厕所。你看清小岛对面厕所过后，你就可以利用这个二层桥过去，先踩厕所，然后用厕所又去看一个北面，这样是一个层层递进一个推进关系嘛。哦，然后用厕所又去看一个北面，这样是一个层层递进一个推进关系。哎呦，说的这说话间 YQ 的 memory 应该是小侦查了一波我们信息。是，那不过我们的第二个圈型马上就要刷新，所以 memory 也是赶紧走了。看一下这个圈，哎呦，哎呀，真的是往北边去走了呀。是这样的话没事嘛，我们是踩鹰，二层桥已经被我们踩下来了，是有队员是拿到那个假车库的，这样的话我们控二层桥有一个灵活的转移的一个空间。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把二层这边桥都给踩住，不能让太多队伍挤过来，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压力，尽量进行赶边。哎，最好是把别的队伍赶向，你看像歪城那边的那条桥，是那边走。哎，没错，我们来创造一个人为的弱侧是最好的。是的，DKG 是沿了二层桥啊，现在已经是直接在往北走了。但是不关我们的事儿啊，我们是拿下了这个假车库是非常舒服的。对，我们现在 SKF 一开始没有选择是像 SMG 那样提速，加上这个圈型的刷新，那这把我们基本上是决定应该是要打推边的那个节奏。对的，酷酷今天状态确实好啊，不愧是英勇黄金。哎，感觉我现在这个铂金还不行啊，我得把铂金给降下来，英勇黄金才行。哎呀，英勇黄金乱不乱，酷酷说了算。看样子不仅是黄金沙漠啊，也这个支配的势力都已经伸向我们的海岛了呀。对的，看伞兵在水城的话，其实
我见到泳圈啊，他就是打到一个最后水城这种圈，水城圈是非常难打，因为大家在这里面移动空间会移动速度啊会受限制，对，在水面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奔跑动作的。对，三兵这把是端起了 AK， 其实我在最近看他打 rank 的时候打带枪跳伞，他是说这个 AK 他打着不舒服，他其实我看他最近打带枪跳伞的时候拿着 AK 总会抱怨啊，这个 AK 为什么打这个中距离他就是压不稳呢啊，是不是自己灵敏度出问题了，但是后来经过两三天调整啊，其实他有一天是打一天结果没吃到蛋糕啊，他就说我吃一把蛋糕我就下播，然后导致他打 rank 没吃到蛋糕，然后最后去打了一个带枪跳伞还打了三把才吃到的蛋糕。也是对自己状态不满意嘛，自己给自己加练一下。这样分享了这么多伞兵的小故事，哎呀，今天伞兵还是选择了一个 AK。我现在我们的选手嘛，一般选 AK 的话都会选择不。对面的一个三房的一个假车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对面的一个厕所，一个军迷的一个思路啊，在这个时候对物语云中交流，还会给到库库副指挥给到一些信息，会在这个时候露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保留队伍云其实是对我们队伍战术的一种小的保护。等我们战况激烈的时候啊，再来听一下选手们这个精彩的一个互动情况。没错，好，那么我们的第三个圈型就要马上给出来了，刚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第三个圈型决定能不能进决赛圈，是，所以很关键的一个圈马上要出来。现在这个圈的话其实他就算给北面我们也是能过去的，你看现在两个人已经是直接顶一个小岛，对，因为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周边的队伍都已经没有被我们赶走了，是，所以这边安心的可以过桥。来看这个圈，哦呦，王羲之四合院在圈啊，兄弟们，哎呀，赶紧举笔看一下啊，断定没人，赶紧去把他抢下来。这个位置我们看到 SMG 是踩在了一个飞机坑的位置，长话说先到先得，我后到一样得啊。哟，不知道，你看军民现在已经看到了八倍镜没有车，赶紧去把它拿下来。对对对，我们的 Paraboy 已经驱车前往那个位置了。哇，舒服了呀，这就是谁叫你不拿呢啊，刚才我说过你滔博喜欢拿这儿，我第一时间让给你还不行吗，你不拿，哎，我拿下来对吧。哎呀， SMG 没拿，滔博也没拿，想不到最终还是归了我们 XCRAB 所有啊。兄弟们好起来了，刷一刷，哎，这一波真的就很舒服了啊，大家都以为这个圈地方不在圈会往一个极北，结果大家都去想极北的位置，反而我们现在是拿到这个位置，真舒服。这位置把车一停，哎，就楼上一走，炮楼一塔一趴，美滋滋，美滋滋，哎，总感觉你在叫着哪个选手的名字。现在我们拿这个点啊，炮塔一拿啊，队伍一赶，满编进入一个第四圈是完全没问题的。有，刚才看到 EOG 的这个信息，也是在往之前我们看到 SMG 的那个飞机坑走。没错，现在这个圈型一刷，接下来原本想要去踩北部圈型的那些队伍都得往回拉。是的，而且你看这把我们四个载具，我的天，地理优势也好，车也好，人也好，这歌都唱起来，这人能不好吗？而且这把物资我们搜的还非常的充沛。对，看刚才的伞兵300发的子弹的大扳机，现在要做的总结一点，以守代攻吧，因为我们子弹比较多，能抽把的就抽把，然后等待着后面把状态保持一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保持状态不是子弹数量，而是这个防具。其实防具打到越后面几个圈它是越少的。是，其实观众朋友们之后啊可以看一下我们队伍在打决赛圈的情况下，其实头甲其实已经损耗非常大的，所以说前期减少对枪也是为了后期头甲完整这样能抵挡一些伤害做准备。对，经常很尴尬的一个点是你趴在决赛圈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三级甲只剩下了一点点的耐久度，那这个时候它甚至不如一个一级甲来的好用。是的，现在居民的八倍镜也是在这边先望一下，可能又是闻到了这个筒子哥的味道。哎呀，现在我们能观测到的队伍只有一开始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的 SMG。 对的，现在还是把阵型铺开啊，居民在前面的话只要遇到有人打他赶紧撤下就行了，完全没问题。
这个位置我们再等个圈吧。对，我们 XKF 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回了，这附近到底点该如何踩，到底该如何收集信息，队员们都已经熟记于心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唱一首好运来呀，好运来，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全来了，兄弟们，怎么说怎么说，有没有有没有往这儿靠一点，往这儿靠一点，一点点，哎呦，其实还好，但就可惜了。哎呀，就这个点我跟你讲，先用防区展开有利地形阻击，然后再去往前面推。对，因为圈离我们一步嘛，居民这个点位是完全可以把 RSG 给堵在那儿。现在我们就是要做的是把防守阵型先摆开了过后，把敌人就是赶得差不多了，然后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往前推就完事儿了。教练分析的很客观，但我刚才就是想更贪一些啊，如果能把我们王羲之四合院继续刷在里面那就是再好不过了。不过现在问题贪心啊，不过现在问题也不大，后面的 RSG 一看已经被我们的居民盯住了呀。听一下他们的队伍语音，听一下他们怎么说。停了，就停在那个岸边。我队友让吉普，他拿什么头？他那车好像拉不了，他是个架枪的，你能看头上吗？练你头上吗？我们打起来 ，CM 跟是那个什么 ？DS 吗？对，是他们在打架吗？不太确定，不太确定，不太确定。我要分颗烟。不太想，不是说 CM 快死完了，我跟你说。你头上没人对不对？嗯，有，还有车在哪？把他都给废了呗。哪一个？右边那个吗？哎，他队往上走了。下来了。他直接跟金币派的打架。嗯，右边那个车倒了。嗯，他修不了了。那好像是右边前面打的。对，我上去劝一下。这跟有人，幺弟，王弟。你还要被捕了？哎，给你快倒一个。你还被捕了？你打是吗？那个好像被你打的是 RSG 的是吧？对啊。他还没被捕。说你拉车。跟 CM。右边好多还在拉。DS 跟 CM。能拉前面蹭一蹭。我拉右边前面蹭一蹭。那黄点是有的，黄点那坑。啊，直接倒，给你快死了一个。那我们再顶一顶他。他在哪打的？那我们很难受。你看到我右边，死完了，死完了 S 区，对面死了一个。好，在右边抢堵路打是不是啊？对。挖车废了，挖车废了。小英，那么你不让那个坡。有个再来一个的，来我这边。闪边去。我都没被禁。没有没有，不在小堵路，不像小堵路。那红那么多烟干嘛？在中间还有个，他有车吗？不知道。来，搁这，往左边走了。啊，这我一车。那边死了，我先走。上去了。找不好的重金属。接着压他，我们往右边去压他，我们往右边去压他，把他压走。如果有包跟我说一声。停了。坐后面。两个。好，我走了吧。嗯，你去帮。你给往这边往这边。现在毒发清了。如果你把你不让去后面会很舒服的。那你压他就走了，我不抓住。很残一个，往左边跑。好一个。走在哪？这边。这边。往那边顶一点，来来，跟我，来你再来一个，你在这等一下，等一下，老高，来来，你再好，往那顶，我来看，走，等一下，看着，居民，哎，在打你那对我们空前的这个半步，前面在哪？进前面哥，出掉，刚到了，刚好的，刚好拉起来的，那个石头面。我往对面拉可以吗？我往对面拉，我拉他对面。你让他。OK， 你们钱包。前面要加车阵了、哎。车留给你们，我去拿我的车。我不要了，就这边。就大哥包哥。漂亮，你看又是一波，成功的就淘汰掉了 Game Five。美滋滋啊 ，Game Five 这两个人被我们盯上之后，我们就是笑哈哈的把他们的分数收了下来。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手啊，把第二名这个竞争对手给淘汰掉了。对，追不上来这个分，不好追。哎呀，不过接下来这个圈型往这个圈中一刷，我们其实有面临着这一个转移的压力。现在选手们啊已经开始转移，前面呢其实是有一直在飞机坑待着的 SMG， 所以不能往这个。正圈中去抓。其实现在场上的一个情况，居民是很清楚的，因为知道我们这边是一个人造的，
一个弱侧嘛，因为刚才过桥是只有我们一支队伍从这边过，所以这边队伍显然是不会太多。那现在军迷踩到一个点位过后，就是通知队友，因为我们载具比较多，到后面加一个车阵也是非常可以的。对，现在就是再来到我们这个弱侧前面的一个这个圈边，哎，我们这还是个弱侧，那么接下来就是只要赶人就可以了，把你们圈边的其他队伍赶走，赶到那边你们自己斗去。那酷酷也是出去啊，打了一个方向盘绕了一圈，确定周围没人，但是现在一定要注意山上的这个 AG 啊， AG 的位置离我们是非常的近，一定要注意 AG， 而且 AG 的酒我已经是在这等着了。哇，那个位置小心啊，来赶紧听一下选手们的语音情况。你们上回去，他动默默了，他该走。妈有人都吓死。我们前面好多石头阵，把车保住就行。我这里黄点都是石头阵，没人。他队友是飞机坑的，飞机坑的，飞机坑的。嗯，那我把前面卡车拿了，我看着。可以拿这个平台，直接去。OK。他往左边去了。对，梦梦。他们在这里，都在这里，全部在一起，全部在一起。打架。前霸，第一局是不是？知道。全部在一起，全部在一起。一个地形八是假的，不得。再往右边，往右边进去。哎，他们全在那个烟里，都在那烟附近。是吗？有个往左那里跑了，上面有个白衣服往左下那五个点都跑了。要往他那边攻。你们上来，我上来，我上去了。OK， 我来。上来，那没有用。过来，过来一个。你直接顶他们俩上去。在哪？直接去他们了。他们倒了没？我倒了。哎，在你上，我看到了。这是一个 AD。先把，还有 DKG。三队。对，兄弟。他打是底下的。哭过啊，跟我前摸，我们一直先拉开。我能帮你们扶手看完。往前。看奥丁妈妈在这儿。当然，把蟹做好就行了。把蟹做好，过去断左面。我这四圈。我知道，你去断左面。我这个平台贼爽，把他们打完就贼舒服。不太好打完，他们这后面是个坡，红点这后面是个坡。我看到，我知道了。他们人在坡后，看到人了，我都。嗯。对，就那个人。你们别太高，别太高，别太高。就下来。那我给他回拉。你有车吗？把车拉。我的车好像禁毒了。这时候正留着给你旁边，你带石头阵，石头阵再去。别跑了，你就带石头阵，我开这边。我回去看看车能不能拿回来。能啊。你们给我打个一下，我靠，我这会不会有点打？我帮你打一颗。你的石头得去一个，帮我看右面。我帮你扔了颗烟。嗯。石头阵有一个，看右面，帮我看右手。没用啊，老哥，你那里去了一个，我这就没有用了。你那里不会被下面揍吗？那是啊。要不你就来我左边这边架，俊敏，你那位置尬的话，来我左边，我左边。他那边还有好多人体验呢。哪里？来我左边这里，你随便找个地方顶。这边，你过来，你自己看嘛。他只会被顶正左边，你右边打不到你了，只会被三打，对面三而已。呀，我找点，我找点。我这点。找人怎么打？这个时候谁舒服找人打就完事了。我点。呀，别打我！别往他妈那边顶一顶，先把他们很难受的。那个三王在打架。哎，左边二层楼主力有人在打架。然后是一有这个那个什么。还有8个人，别着急啊。先把队长三个，三个好像有人。先把死个人吗？好像死过，我也不知道。队长三个告，他包间两个，那个烟一个。我被右边打。左边这个圈边倒了一个黄点。黄点被谁打倒？有个消音在打我，我不知道在哪里，好像是红点附近的消音。人不多。黄点在抽我，我操！我们得找前面打了，看能不能把左边放倒，左边应该是死过人的，我感觉，左边的脚下楼阵能推，看到没？这边都可以带，看到没？我抽阵，看到没？我这里，对的，天霸那边吧，打哪里？天霸右边后面黄点蹭吧？对，打对了，打我这里，打我这里，打我这里，
OK， 我能看到，你们开潜艇吗？那你们那边我可以顶，我可以顶，你们顶，你们顶，顶石头队，我顶，我顶，再不顶我走不了了。那个石头队吗？对 ，OK， 我顶最左边圈边，我顶右边那个。兄弟们，不在圈，这个地方。先把顶了，把顶了下去。我这边可以顶，来跟我。等一下，大，我来跟你。树有一个。我先有脚步，我等下来了，我回圈，我去帮姑姑，我去帮姑姑。别右面打烟，别被右面抽着血。我有好多雷，我好多雷，我追一颗，应该在坡下而已。在我坡下。一个，直接踩上那个坡，你就好好打他。等一下，我们圈边有个人。脚步。来打个通，过过。来不太行，我们得去清霸那边。你们帮我打我，帮我打我这边。打一个妖气。去左边圈边倒了，去左边圈边倒了，你们那边打。等一下，等一下。OK OK OK。两个，有两个。还倒了，还又倒一个，还又倒一个。走走走走！我靠我靠我靠！我们大炮。等一下，不是毒，这不是大炮，你给我大炮！是啊，是啊，是啊，是。给你一个，给你一个，丢了，丢了，我丢了屁股后面，我要往圈里爬。谁救雷啊？我先拉开，我先拉开，听吧，他们四个过来了。顶过来了。左边这个坡可以去一个吗？打一个，左边这个坡，反了，反了。左边这个坡要去一个，再打一个。五人头，五人头，五人头，五人头。有个架枪，有个架枪。牛逼！他队友顶过来了，应该是两个顶过来的。顶过来，左边左边，你过来帮左边。我帮不了。有这个近点一个吗？对对对对，近点只有一个，近点就一个，远处一个架枪了，咱们这边近点一个。他接一下。我靠！没事没事。人要炸了。对，过吧，去帮他，去帮他，去帮他，再打他了，去帮他。把他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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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惨了。往左靠，往左，往左靠，往左靠，看不着，看不着。往左靠就不会被打，把他打就能。来，妈妈。在坡后，小心架枪。脸上，脸脸脸。快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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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走回来，走回来。拿他的车。哦，差一点。拿他的车。可以，可以，可以。能拉，能拉，能拉，能拉。你们这里没有圈。跟他对，跟他对。那对，跟他对，我还有车，烟我就打药，有烟吗？好像封一个烟，没烟没烟。两个拼枪的是拔驾驶，打好药拔驾驶。他好像也不是圈，右边有圈，右边有圈，不是圈，你别着急过，别着急过，别着急过，从右边走左边。我加了，从右边走，加了，我拿车，我顶他近点，顶他脸上，顶他脸上。闪避没缺吗？对对对，我救我救他。别打，别打，别打！来！保什么？牛逼 ！S Club， S Club， S Club， 真的太爽了！我的天啊！哇，我感觉过年了，我现在应该要点燃一下。